随便接个分烂机，我给你接个电就好。要么就是明天下午，要么就是。那就不该接了。我差了很多次了。四号座位三，有两张。这个就气路什么都在这里面，基本上它也不用调的，我会给它贴一个那个进气管，进压缩空气进气。